这把人看不穿，不亏不作为要们为明天，即便你爱我从这里放出去，他们还是要多我的事。我求求你个那个帮我在这里安排个工作。在这里找工作啊？你这个鸭子你能干的？我当保安嘛。当保安？我练过夸张。你练过酒瓜渣也不行嘛，没好笑了。可听说过小唐当保安的？你随便干啥子都行，哪怕是喊我去扫厕所都愿意，只要给我在这里工作就可以。真的想找个工作？真的。真的想改好？真的想改。真的拿金牌牺牲？真的再也不干了。哎，所以说人要学好啊，可是啊，莫去干这些事，只要你能学好，辣子回头金不换。哎，你做个小厕所的工作，我完了还是做得到的嘛。行，好，你要我说哪方法？哎，是这种的，对付这种打麻将上瘾的人了嘛，用我这个方法一拍见效，像这种。王亮当，打架为打架的事情在发着车，你咋还悠闲得很啊？就是啊嘛，亮哥，这个不是你的作风啊。哎呀，你们刚才在那边讲呢，我倒听见了，冇得一个好主意。哎呦，那你有哪样好主意？我当然有好主意了。说。哎呀，我肚子还有点饿。我喊你买饭去。我还有点空。连水一起买。来，放早点来的。王亮当，吃完货啊，你可是还要去撒泡水。这买什么光子？有张主意跟我说。哎呦，你小气巴拉！那我当然有主意了。我来，我跟你讲，算啊嘛，不就是好打个麻将吗？是呢。我们陪他打麻将吗？我呸！这种也叫好招的。曹姐，你给亮哥把话说完嘛。我们为什么要陪他打麻将啊？真的是那个几好好呢。我只招就叫做以赌攻赌，以赌制赌。我买他的车全部赢光的，我看他老哪玩。哎呦，没人家还有房子呢。有哪就赢哪嘛，赢了他净身出户为止嘛。我们这种血拼个性啊，怕到时候把自己孙女净身出户。哎，真的？不可能，我有绝招呢。不过呢，需要三个志愿者参加。朱大姐是当事人，肯定都要参加，对不对？那么还有两个名额，双伟哥。张毅，我们还有一个名额。双真心放一个。哎呀，他那种人，拿着钱当爹的人们，你说是喊特特员去干这种事？那咋个整啊？还有一个名额。我去倒是可以呢，但是嘛，哪个看店？是啊，哪个看店啊？我。啊，特，除非他是吃错点药。对了。必须给他吃错一副药，只不过这副药嘞，只拿我去翻炒卖卖去开了。啊？嗯？我？哎呦！啊？哎呦！你怎么了？好的，哎呦，越来越疼啊！这怎么办？放草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！亮哥，我肚子疼。哎，刚才好了嘛，再一下子肚子疼。陈新芳，你到底给芳草吃出去了？没吃什么，还讲没吃出呢？我明明就看见他切他，为了芳草一颗，他一泡大。哎呀，天地良心啊！我就是为了吃了两颗坚果啊！啊，坚果。真心坊，坚果是好东西，当时有些吃掉会过敏。过敏啊！这种一看就是严重的过敏，搞不好会出人命呢。人命啊！你走了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哎呀，真没办法，赶紧上医院了嘛，赶紧走。我来，别看我来。你掰哪掰？那你要掰？我也不来掰，你说错掰？我可以掰，那当时我嘴不了毒瘾，可是不保胎不保胎，我两个还掰。哦，对，哎、不行不行，你们还要看点的嘛？就是，还是我来掰吧呀！你乱了，你乱，你医生你有朋友干？没有，你搞得定干？搞不定。再说你是个姑娘，万一上厕所，你扶持得了干？不行，没
就是嘛，你乱闹呀嘛，听都安排。第一，燕山我有朋友，我负责找关系。第二，他们当时你呢，李小超负责摆得去燕，朱大姐负责去燕招风。哦，哎，关于看铺子的事情，就交给你了。你在这里，我们上铺子给你演。啊，好，去走去。啊，哎呀，我们赶紧摆得了不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！哎呀，芳草，你咋这种脚啊？扶着我，赶紧走。好了，你在这里看着大脚的铺面，给听见了？哎，好好。不准离开个。哎，好。看好的个。好。芳草，你没事吧？现在堂堂是有人扛的了，我们接下来要走着。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这个麻将去哪边打的问题了。麻将馆嘛。哎，不行，麻将馆那种地方要不成，一定要找一个能够算二麻一箭杀动的地方。那在三餐里面打。好了，这个里面就是最理想的地方了。你的意思在知道就直接直过麻将堂？嗯，妹妹，你今天还不做么子人多丢出去噶？真的，我有一个最理想的地方。哪里？马主任办公室。神经病，你怕是疯了喽？在这里都要住打丢出去，你怕是不想活了？这个还叫不想活了？小超，你一定要搞清楚，我们现在是在做好事。我们是在代表商场帮助朱大姐帮助孙二妈干赌啊！这种事情，我认为马主任应该支持我们才好。嗯，也是个。马主任同不同意嘛？小超，只能拜托你去说了。别的问题，我现在就去。来，祝你成功。好，谢谢。姐，这个是户部清当中是长辈，明天起嘛，你自己去审核堂堂个。我可是。那你要找哪个？我有新任务。那新任务啊？我要跟王亮去陪孙二妈打麻将。妈呀！你去陪着孙二妈打麻将，你疯的了呀，小超！不是疯，我这不是王亮有个即将裸奔的灵魂，拯救有个即将破碎的家庭，还有就是帮助马主任你。你去陪人家打麻将，咋个会是帮助我嘞？上父之间要互相关心、互相帮助，可是你一直到晚挂在嘴上的话。是呢。我周大姐现在天天挨打受气，你能帮又不帮，万一有天都想不开跳楼自杀，可是你也有责任啊。你不能为了让朱大姐不挨打受气，你就去陪她老公打麻将嘛？哎呀，挨孙二妈打麻将是我们挨的手的一个陷阱，只要求求你答应在你办公室支一个麻将桌，我们个陷阱设好，可以来光临和陪。接下来的事嘛，就不叫你操心了。设陷阱我没得问题。但是在我办公室打麻将坚决不行。那你就自己去审堂堂了。啊，不，等一下。小超，在我办公室不能打，但是可以去海保安那边。白天他那边没得人。不是真的呀。娃归娃，说好的噶，从明天算起，现金只准是两天。两天就两天。这是板桥。一人一份一个，记得吃完之后一定要还我。我你收掉呢？只准赢不准输。这个里面不光有本钱，还有一份麻将秘籍个。孙二妈会不会掉进这个陷阱，完全靠他。所以老回客一定要熟读，一定要学会运用。好，但是我再强调一次，大家一定要记得个，我们是在帮助孙二妈改赌，所以用完之后要给他忘记，要这个东西销毁，记得。赌博是害人的。好。喂，兄弟啊！神经病！怕爹！朱琼芬，朱！怕爹？哦，怕爹的你奇葩的。张新发，来来来来来，你们慢慢看，快！跟我姐我婆娘可能就去了。我还是跟你说了，来来来。哪样？哦，这个就叫三天不到沙发就我，太发帖了，可是。别说是我说的。喂，他来了。刘彤，哎呀，又是彤彤，哎呀，
把小气了，我跑那个。两条。哎呀！好呀，糟了，菜鱼赛后了。你今个会找地方了吗？啊？好。哎呀，真是啊！你家是哪家手机太好啊，把我们都赢啊！该拍该拍该拍，他那两号我还认不得了。这不你呢？奶奶。哎呀，你是多少？哦，咋的？起来看到走工挣两包，给你瞧瞧。真的吗？哎呀，你得了，画好了，再发你这么窄嘛，你给他要嘛，明天早点晓得把书给你。给你了，起来，走工摸两包，赶紧。这小气，哎呦，又发炮了！哎呦，你这双小鞋太好你了，我晓得不要的。来，得了，我挖你下子。你这不我还看那他了，一下你就当牌嘛，跟你全家子去了。蛮好，我不是你们几个。打麻将你几个垒起来也不是我那个。啊，麻将麻将。咋了？都没得牌了个？哎，没事，我带点卡。你什么时候走的？明天。哦。哎呦，不就是点钱吗？没明天可是不见不散。说定的那个，还是我们几个？那再打点？啊，无所谓，钱不得败，我赢得了，我还怕玩大点个。那么就明天个。明天说定的那个。好。哎呦，大哥，哎，情况怎个样？啥到了？我就说俺稳的说没得错，俺好一定要记得个。嘿嘿，服了，哇好的，啥菜啥菜，沾饼，毛哥，慢慢。啊，太多好的个。两哥，你告诉我啊。哦，哎，毛哥打牌不甩开把子，看来是干饼了，是吧？啊，你今天刮的顶的嘛的哟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是三番的手气，七番的技术。马哥，莫大看马样的了，那手艺了，技术了，这干嘛打打的啊？啊，随便你，打多大？发一发嘛。啊，随便，就是怕他们两个。俺们来都来了嘛，分牌了嘛。可以。可以了个，学好了个。是不开始个？随便开始。发个。是嘛？打的嘛，三条。哎，服了，老马哥，你还不是要一起上菜个人？哎呦，俩刀，你不会玩？我们不会服，发炮吗？你倒是会那个。少废话。七条。服了。马哥，哦，你也会服那个？马东。你打哪了？快点嘛！哎呦，你又不得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先赢的是纸，后赢的才是球。哎呀，老公，是算了。啊，走了。赢赢就想走个，接着来。哎呀，输大姐哪跟你能抢？你都输光掉啊，还拿什么玩啊？你们借我点嘛？好，借给你，凭啥要借给你了？我给两分的力个可以了。三分的运气，七分的技术，你自己技术不行，我就不要玩啦。才是点球噻，我拿铺面做底哟。怎样？铺面做底哟？钱就拿来靠个铺面养活喽。不是，不能提。慢的，主公是副主，主公说了算。来，到接着来。帅么？你刚刚铺面做的哟，我就跟你离婚，铺面归你，就是你房子归我。哼，归你就归你。啊，哪个晓得嘴还不一定呢？接着来。王大哥，口说无凭噻，你个自己嘛。
写就写，拿来。拿个纸，拿个笔，还毛哥写个字迹。我去等，你去送去了。没得问题，毛哥。对吧？对，你偏不听。机会好了，你这好的盘面就你鬼蛋机了。我跟你说是良心了。舅妈，我这一下再也不动了，哪得听你呢？遗憾，以后我就跟小妞好好的过日子，你懂不懂我家跟我爸爸现在关系的米袋？马哥啊。多好呀，我谈地方说啊，我两大两大好兄弟。哪个是你兄弟？我大弟。我没得了，我老弟可得了。哎呦，我又不是你能当那孙子哦。哎，你把欺人太甚个，是可杀不可辱。今天明告诉你了，要钱没得要命一条。哎呦妈，你追哎呦，占便宜们法庭上见个。我俩好兄弟，要真来铺子晓得，我们就真的没得活路了。哎，你给何叔清楚过，洛阳无门，是你自己没得活路。你就发你姐夫一毛嘛？啊？看到我和你周大姐多年夫妻的情分上，可是了。哦，现在晓得夫妻情分啊？你拿单就能血汗钱去拉动的时候，你给想过夫妻情分？你扯淡就头发个短一点的时候，你给想过夫妻情分？我告诉你，你跟周大姐没得情分，在我这里压情分都没得。我错了，真的，跪的个，跪都没有跪对地方了嘛？该挨哪个跪自己想想。啊？跪的去了，干。真的要跪啊？干。让你聪明点态度了嘛？不赌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回，可是老公。你说你自己好，我早就已经恨你了，我是不会再想着你了。我去保证嘛。你跟我保证有个男友，人家想着你就保证。也保证呀，保证。来，保证猴子还是记得个。要保证呢，你说个。好好的说。我一下不赌了，给他了。赌了咋个整？再赌就是只发给他了。哎呀，说点实际呢，哥。我要再赌，你随时来拆我家的铺子。你说呢，哥？白纸黑字你写的，以后收不收你那铺面呢，我就看你那表现了，哥。但是我先跟你讲，要是我再见着朱大姐有熊猫眼啊之类的嘛，你自己搬个水泥棺材住，啊，等等，还少用，还要还少用啊？废话，你自己能保证你不还少用，你哄鬼干你？少是少，切，啊，他的名字啥？好，哎呀，马哥，我现在个人的你该在哪呀？洗手是金盆洗手，哥，得了，我现在你那个爪爪洗干净嘛，回开就小奴去做饭吃去了，哥，去了。说。来了，大姐，这些以后就是你的护身符，哥。小孙儿嘛，再敢走，你就喊他跪的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哎呀，大姐，人家都治好叫你哭那样，走吃饭去。哎，不，等。各位买你个，买那个钱可是拿来赔我。哪样钱？哎，事先说好的个，万事要赔给我，那个钱是我垫的那个。哎呀，你看这两天辛苦了，咋还不是要给的辛苦钱个是啊？嫂子，请我们吃饭。生活是超级大市场。